现场了，很多人都到现场了。刚刚碰到很多人从云林、台中、屏东都提前请假上来了，好不容易才抢到票。我们自己会评估自己的安全，我们没有坐捷运，我们想等到刘德华。你想在哪边上来？抢到票！小姐，你是从哪边过来的？昨天晚上告诉我们会如期举行，我们很开心。我们自己会评估自己的安全，官方也说了，如果不客前往可以退票。放着。太晚了。对，大家都到现场了。你从哪里来？请舆论。不要再讲刘德华，不顾粉丝的安全。我们是成年人，我们自己会评估自己的安全。如果真的安全有疑虑，我们可以待在家里退票。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安全没有疑虑，自己开车从自己家车库到小巨蛋车库安全无虞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官方可以如期举办。其实我们比外界更担心自己的安全，我们也是成年人，我们自己也会评估。最后没有什么要跟主办单位说的？我希望媒体不要给主办单位太大的舆论压力，因为主办单位也在脸书公布了可以退票的。那我们自己评估自己的安全是无虞的情况下，我们才会来演唱会。我希望主办单位还是跟捷运局再讨论一下，大家都到现场了，演唱会是不是能够如期举办？谢谢大家。接受啊，可是我怕他取消就没有延期啊。对啊，因为我的票也是华仔天际买的，我那个票还蛮前面，我们抽到的。等这场等了十一年啦，对啊，我上次已经有在台北，也是在台北小巨蛋看刘德华演唱会啊。但是我想说，刚刚还打电话给主办单位说，他说没有延期啊，奇怪。台北的不知道说什么，不好意思。刘德华十一年了，请大家拜托每个人打一下电话，打1999，关报台北市政府。昨天晚上就宣布可以今天看演唱会了，不是吗？你现在临时这个时间点取消，东部的要来台北，北部的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，中部、南部这些人呢？你现在才做这个动作，你们觉得合理吗？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？我没有什么要讲的，我们就只想要很单纯的看刘德华的演唱会。大家支持他这么多年了，麻烦后面的人麻烦打电话给1999反映这个事情，拜托大家。好难过，好难过，而且我们真的等很久很久，而且十一年是我第一次看演唱会，然后就想要给刘德华，然后却没有，我都没有抢周杰伦的，我只有抢他的，而且是用实名制，我们是凭实力的，为什么要取消？而且昨天的时候就已经说要一起唱了啊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就是北捷真的很过分呢、欸。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们？我们是凭实力的，不是靠黄牛票。那我不能，不是啊？那你昨天就已经讲说，就是已经确定要办了嘛？那为什么要这样骗我们？对啊，我们大家都是刘德华的粉丝，而且等十一年了，人家十一年才要来收场，你们就这样欺负人家？我们每个都已经等那么久了、欸，哎。
而且我才几岁，我为了要学习他的歌，我每天都很努力在学，我觉得真的很过分。而且我们都专门包计程车过来，就是为了要等刘德华，然后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？我觉得真的很过分，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们呢、啊？他应该昨天就先讲啊，不是等我们大家都到了，然后你才讲，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对不对？大家都已经等成这样子了，我刚听到有人从屏东上来，全家都上来，那你不是很过分？如果你昨天就先讲，是大家就不会上来了，然后大家都包在这边，然后等你说取消，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你不觉得北捷很过分吗？你昨天就应该要先讲啊，为什么是等到我们大家都到了，你才这样弄这种？如果你这样子，你是不是就不要让我们出门？你昨天就先讲，我们就不会出来。我们大家冒着危险，就是为了要出来听他的演唱会，而且明明就在室内，有什么危险？那你现在又说你这样子停，这样子就是不开这个捷运，那我们不是更危险吗？我觉得这个现在好像都没有配套措施，对不对？就只是突然说喊他就好。对啊，他不觉得他很过分吗？他根本就都没有配套措施，而且你如果你要，你是昨天就应该先讲，而不是你现在突然就说什么哦，我现在要停了哦。那我们这些粉丝算什么啊？不要自己，他们好像有跟主办单位协调，可是协调就是昨天有没有协调说确定就是要办呐、啊？而且那个不是蒋万有讲吗？一直说小巨蛋这边就已经有确定说，不管是不是台风的问题，主办单位说要办就可以办，那为什么北捷要搞这套？从哪边来的呢？虽然我很近，我是台北，但是我等很久，还有高雄的人上来的。嗯哼，拒绝取消，拒绝。怎么看三点才宣布取消这件事情？太晚了，太晚了！你说真的要考虑人身安全，你昨天就可以讲了。台北捷运给刘德华压力，故意用我们粉丝来逼他，太不应该了，真的很不应该。那他们所以你会选择退票吗？还是我不会退票，绝对不会退票，这张票我要让台北市政府记清楚。要放假，全部人都放假 ，seven 也不要上班，餐厅也不要开班，主要是因为要上班。主要是因为昨天还宣布说会正常来开场，对。如果他昨天就说取消，那就算了。他就已经讲了，跟那一堆酸民在网络上乱讲，破坏给台北市政府给北捷压力。是觉得应该北捷负责，而不是主办单位。北捷要负责啊，本来合约不是签主办单位自行决定吗？为什么北捷现在要给压力？看起来应该是说主办单位是收到那个北捷的要求嘛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北捷给的压力。他有没有问过我们这些人？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了。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，你们觉得是自己问题？当然啦，我们自己会承担啦，我们都是有智慧的人呐，都成熟的人了。有人说不能来的人，他就绝对不会来，他不想来都没有关系。但是网络上的酸民太过分了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有立委说刘德华是媚共艺人，你们认同这样的说法？绝对不认同，他哪里是媚共？不认同，不认同，毁灭，污谤，污蔑，毁谤，他气到都语无伦次了。那你们再来要直接回家吗？还是要在这边看？我们要不回去啊？我们在这等啊。我们怎么回去？你们预计会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看有没有再进一步更明确的一个说明。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实在是这状况实在是太不清不楚了，太过分了。对，给老爸吧。只要是华仔说什么，我们会支持，但是他不要趋于不存在的压力，跟恶势力低头。他真的为了我们，我们歌迷一定会挺他的，我绝对相信，歌迷绝对不会不支持他的。但是现在明显就是一个黑箱作业，一个压迫的行为。如果最后还是维持原来答案的话，那原来答案是演还是不演？不演。不演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屈服恶势力啊！谁说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地方？根本一点都不自由。车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受灾户，因为上次是张学友。哦，张学友是生病的关系。我们就是夜排到最后一刻被取消的那一团人。嗯哼。然后这次是第二次，刚到就被取消了。所以从张学友，然后再到对啊，都是圆顶啊，他们每次都到最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明明就是昨天可以公布的事情，可是我们早上在家里就提心吊胆，因为从苗栗上来，一直想说要出发还是不出
发，因为感觉好像又要取消又不取消啊。嗯哼，对啊，你也不能说哦，我们都已经到，我一点钟还在家里，三点钟到这边，你突然跟我说没有，嗯，这样子说不过去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是不行的。你看有些人大老远这样过来，就像他所讲的，啊，要睡车站吗？车站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要睡车站吗？现在也没有啊。啊，对，我们要回去怎么回去？对啊，要坐哪里？对不对？你要讲说我们这样踏出去更危险，你会说我们已经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觉得昨天说要办，昨天就应该要说不行，那我们就不会出来。那我就昨天提早说，那你们是可以接受。对，我们昨天还有车啊，他们说不定还可以回去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要人家能够反应啊。临时三点钟说不办了，然后大家全部都在这边排队，那这样说得过去吗？十二点之前都不没车了啦。对，有没有想要对蒋万安说什么啊？对蒋万安说，就你带头的啦。要硬起来，昨天就要硬，不是今天现在三点才硬，大家在外面白等了，你要硬起来，你出来外面硬看看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回去不是更危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错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走出去外面是不是更危险？对啊，风大雨大的。对啊，对啊，都对啊，啊，看完了其实比较会比较没有风雨，对，现在才是最大的，对，你叫我们要如何是好？对，所以你再来会选择退票吗？还是说，哦，我们不要退票，我们等延加延期加开，都等那么久了。怎么看今天突然宣布取消演唱会？我觉得北捷如果要协调，应该在圆顶主办单位昨天说如期举行的时候就应该进行协调，不是今天中午才临时说要协调，然后临时取消，这样很不尊重买到演唱会票的人，因为买到演唱会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他完全没有顾虑别人的感受，对，还要抽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抽签也是很辛苦，经过很多才抽签成功的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蒋万安说？蒋万安，我觉得今天身为一个市长，你如果要进行协调，你就应该要早就进行协调，不是临时通知。那你让远处来的人，包括从国外来的人是什么感想？好像大家都是笨蛋一样。那有什么话要对刘德华说吗？好好休息。对，好好休息，辛苦了，他很无辜。刚刚一知道说要延期，有没有眼泪快要飙出来？当然有啊，非常愤怒。那位说礼拜六早上要重新的来进行这个演唱会。礼拜六吗？但好啊，能够约抽到票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。今天期待了很久很久，终于期待到今天可以来啊。等了多久了？从抽到抽票的时候一直到公告出来，我公告收到了，简讯收到了，当天我在餐厅里面尖叫，对啊对啊，超级兴奋的啊，可是就觉得因为台风的到来，然后整个心情起伏就很大啊，然后一直很忐忑，昨天也都一直没有睡好，好不容易听到说可以准时开唱了才敢安心的睡觉，结果在来的途中才知道说哦又停办了，我就觉得说那整个心情起伏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，起伏非常的大啊，我刚在车上真的快哭出来了。对，但是现在听到这个要延期的这样的一个通知，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，因为我觉得延期总比取消来的好，对于我们就是非常非常喜爱刘德华的粉丝来说，我觉得已经是真的非常感恩了，真的真的非常感恩。所以刚刚已经是绝望透顶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刚到现场看您的脸都很臭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很想哭的。对，就所以我觉得有延期然后有加场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感恩。对啊，谢谢华仔，爱你，最爱你了，最爱你，最爱你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，
冻龄密码。